顺尾，然后跟他讲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天哪，这个太疯狂了吧！我都没有这种粉丝哎，好羡慕哦。对，我喜欢脖子比较短。脖子比较短的一个喜欢，哎，掌声，可以，这是，我也可以呀，哎，你这女舞跳成这样，我来来来，老师音乐一下。欢迎收看 YouTube Me Too， 高中生烦什么？我是廖梅啊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母校育达高职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这里？众所皆知，育达就是怎么样，出了一堆帅哥美女嘛，就像是你面前的廖梅啊，帅气又可爱这样啊，没有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啊，像是蔡淑臻啊、杨景华，还有演艺圈的帅哥美女，好多好多，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哦。重点来了，我们要来育达找校草。明亚我呢也很贴心，先帮他事先调查一下校园里面最具人气及魅力的五位男生：电眼帅哥贾顺文、潮流型男王立坚、气质男神吴哲宇、奶油小生吴礼轩、阳光男孩曾俊言。现在我们就让同学去投票吧 ，Let's go！ 以下这五位，哪一位是你的男神？我觉得我的男神可能是贾顺文，他的化妆技巧很好。我也是觉得贾顺文是我的。访问第一组就获得两票，这个顺文不得了了。之前有一个学妹，她按照三餐去觅贾顺文，然后跟他讲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天哪，这个太疯狂了吧！我都没有这种粉丝哎，好羡慕哦，爸爸。因为我最喜欢脖子很长的男生了。脖子很长的男生，所以你喜欢长的？对，这个好。脖子比较短的，一个喜欢脖子长的，一个喜欢脖子短的，你们是姐妹吗？她比较喜欢短的。你喜欢短的？她在学校有没有被一些迷妹追杀之类的经验？她有一个女生很喜欢她，就是学妹，然后就跟她握手的时候，就是有点性暗示她，然后用那种很色的脸，对，然后这样抠她的手。天哪，这个太恶心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她的反应是什么？她有阴影了。她有阴影，她现在有阴影，太可怜了吧。顺文从此不敢再遇到那个学妹了。那那个学妹现在是育达的学妹吗？还不是，还不是。那未来可能会读吗？可能会吧。可能会。好，完蛋完蛋，顺文，我替你担心了。吴哲宇，这个。曾俊硕，曾俊言。曾俊言。念错哈，也是曾俊言。现在目前选了一个没有人选的了。这个好了。他表演的时候蛮帅的，跳舞的时候吗？还是唱歌？别的表演，立方体，对，就很大很大，然后在那边上面转的那个吗？哦，吴哲宇吧，很会跳舞，就是他学舞蹈动作很快，不管是 breaking 还是 popping， 他都很强，各种舞风都能涉略，就对了。对，曾俊言、贾顺文、曾俊言，我的菜，完全是你的菜，贾顺文。贾顺文，你觉得这个这位眼睛的部分？眼睛的部分会电人吗？对。来，请问五下，喂，来，请问以下这位哪一位是你的菜？你先。这个吧。曾俊言。贾顺文。吴哲宇。选王立坚。王立坚。王立坚。我投他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很喜欢他的眼睛。我选的是他。也是贾顺文，也是贾顺文，也是贾顺文。你们三个是一起说好是贾顺文是不是？吴哲宇啊。他谁？你叫什么？艾斯恩。艾斯恩，就是他，他的绰号吗？对，他的绰号叫艾斯恩，这么悲哀。他很努力吧？他是转学来的。吴哲宇吧。顺文。吴哲宇。曾俊言。贾顺文。曾俊。贾顺文。曾俊言。曾俊言。啊。曾俊言。王立坚。来，男孩们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帅？你先。这个。曾俊言。吴哲宇。我也觉得吴哲宇。这个吴什么的，定投吴哲宇啦。为什么？其实你喜欢他？没有啦，他很帅啊。他很帅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神圣的投票结果已经在我手中啦。刚问了这么多位同学，想必你们一定很好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请这五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曾俊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吴礼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顺文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哲宇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假如啦，你们手上各有一个投票权。你们会想要投给谁？这是不计分的哦。我比较想投给王立坚，因为他跳舞的时候很有魅力。我的话，我会想投给他，反正关于跳舞他什么都会。对啊，那个嘞？我想投给他，
贾顺文，因为他脖子很长，很帅。他脖子很长啊，我脖子就很长。所以你也喜欢长的？对，我喜欢长的。那你投给王丽娟，跳舞很有魅力。我想投给王丽娟，因为我觉得王丽娟她的脖子很粗，很性感。脖子很粗，很性感。我很喜欢她这种粗的脖子。很多人说你脖子很粗这件事情。嗯，我每天都听得到。你不会讨厌说别人？不会，不会。欸，那大家都说你很会跳，来一段啊，现场直接来啊，给你舞台，不要退缩。来，老师音乐下。哎，有味道，很会，很会。哎，掌声！可以，这是我也可以啊。哎，你这女舞跳成这样，我来来来，老师音乐下，开头，我只能最开头，我只能最开头。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好不好？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残酷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准备要来揭晓我们今天的排名。说不紧张是假的。哎，没有，是先从第四名好了，我们先从第四名开始揭晓。来喽，第四名是年龄男师哦，小老师，这年太紧了，王丽娟。好啦，没关系，虽然只有第四名了，但刚刚看你跳舞真的是蛮帅的啦。那刚问到很多同学呢，也觉得说你跳舞非常帅，非常有魅力这样子。不要气馁，不要走心，没关系，你很棒，我很开心，你很开心，对，我很开心。怎么会这样？只有第四名还很开心？没关系。还有第三名哦，吴哲宇。哎，第三名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我觉得我会第三名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帅，是因为我脖子不够粗。我会努力让我的脖子又粗又长，这样大家就会让我得第一名了吧？对不对？你的身高是180。一八零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身高155公分，180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身高180公分。那你在哪里？哎，你这样子公然挑衅主持人，对的吗？我是你学姐。学姐，学姐，不可以这样子吧？太过分了，来，你走开，走开。身高啊，真的是黄金比例，加上你又会跳舞，好不好？难怪第三名。谢谢，谢谢。说话可以不要那么的。好，尊重一下，尊重一下。效果，效果，效果，效果可以接受，效果好。学姐最棒啊，学姐最棒。握手，握手。好的，现在准备要公布第二名了，第二名究竟是贾顺文。哎，这个成绩算不错哎，有31%，其实是很高的哦。等于是说，全校有1/3的人是很喜欢你的。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。刚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大家说他很会化妆，重点是你鼻子很大，来让我看一下你的鼻子多大，来来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那你几公分？你几公分？182。你比哲宇还要高哎，哲宇你输了。那刚还有提到你很会化妆，你的化妆是自己学的吗？对，自己在家就是玩。所以你们每次表演妆都是你自己化的吗？还是你会帮其他团化？会帮大家化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剩下第五名跟第一名还没揭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同时揭晓第五名跟第一名了。3、2、1，开！第一名是我们的曾俊言，恭喜恭喜！第五名我们也不要气馁，好不好？你也是很帅的，好吗？刚刚我记得同学说你皮肤非常的白，跳舞也很有魅力，而且这也是怎么样？你很努力，我也喜欢努力的。如果是我就投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学姐，谢谢谢谢学姐。牵手，错手，错手。十指紧扣吗？哎呀，这样。好，好想要十指紧扣。谢谢好，那我们的第一名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？哎，你有34% 的这个票数，哎，很高哎。谢谢大家支持我。对。那刚刚很多同学都提到啊，你在班上其实算是一个蛮幽默的男生。那我们现场来讲个笑话，你觉得呢？有没有笑话可以用？学姐，那我问你。为什么北投是头？为什么北投是头？为什么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因为男视角。跟你讲，要不是你长得帅，我刚刚一拳就过去。什么烂笑话？我们直接进行颁奖，来配乐，配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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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。那如果喜欢他们的话呢，可以追踪他们在这里。如果还想要看更多高中生的帅哥美女，赶快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，说不定我们就会去学校找你们哦。YouTube Me Too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